这不够肉的，我要不坐这两个凳子上面，悬空的话你抱起来，你要怎么下来？我把你抱下来。不会把我毯子弄臭了吧？小巴眼睛闭起来，再来一个裸着的，来一个侧躺，侧躺是这样子的，下巴抬起来，手放到脸的里面，弯直，下面会露。手腕对吗？下巴抬起来，好，下一个动作，这拍个背吗？脚底盘起来，屁股底下去，交叉放在身体下面。 我来给你演示一下这只脚，放在另外一只脚的脚踝里面，屁股翘起来，对，脚交叉，屁股翘起来，身体下来，这个怎么？翻不下去，两下都瘪了。这两张照片就这样，模特没办法，我来当模特，标准的蛙姿动作。音乐走。